不是这样，差不多，节奏完全没跟上。哦，对，而且我们这个动作要慢慢来。我们英语老师再放一遍，来，是老师示范，来原跳，一样吧。景象挺好的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弟弟跳的确实是好，但我觉得迪哥应该有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都按弟弟这个标准的话，这个游戏应该没有人能够拿分。玩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弟弟来一个稳定的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那个极乐净土，五六七跳，哇！可以啊。俊俊，别开心了，就到你了。叫我，自信啊，俊，自信啊！龚俊，拖垮他们，龚俊。俊，加油！音乐起。怎样？加油吧！对，哎，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俊跳出了一种高启盛的感觉，你知道？精彩，哎，又有蒙古舞，又有藏舞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俊照着弟弟的跳的，我估计弟弟照着俊跳不出来俊那个味儿，太厉害了。这种只能由当事人你来评判他跳的对不对。完美，我觉得我们的舞应该改版，往这个方向改，是不是弟弟？哇，天哪，原来编舞应该编是这样才是好看的。是的啊，谢谢弟弟啊。哇，我好想看石头少年。但是积一分，现在这一分来得不明不白。下面从俊开始来。好，请放歌曲，请选择。快来弟弟，咱俩再跟那一对，咱俩必受惩罚。嗨。好，现在尘埃落定，请看看最后的结果。哇哦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俩真的不开心吗？你俩在我队里不开心啊？我俩听一听，纯纯让他逼过来的啊。他拿了18个，听一听，就剩俩给我们。对，但是最后是可以分的呀。最后我们一家我们就赢了呀。哎，最少的两个人要受惩罚。我们俩最少，现在不是赢，我们赢的队不会受惩罚。会的，你没听明白规则？哦，真假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环节大概率，从我目前很看好这一队。拼了，我告诉你，拼了！力挽狂澜。哇，你来那个，你来泼是吗？龚俊负责比，热巴负责泼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边是小丁负责比。啊，我是泼。哎，小丁给我传达眼神，我要泼水。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对，吓我一跳。弟弟先攻，来，3、2、1，看这边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哇！
快了吗？是不是就这么快？耶、yeah. ！好，现在龚俊进攻，来，来，龚俊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拿不起来！可以啊！不是，弟弟，集中注意力，你不用让着你俊俊哥，没事儿，加油啊！来，现在一比一平啊，一比一平，来。我好，为什么这样？俊俊防守，弟弟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慢一点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看这边！漂亮！大姨看这边，漂亮！漂亮！弟弟加油！来，三二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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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，我们自己不可以用手挡，自己不可以用手挡。你还挺聪明，还躲。我感觉我输了。你怎么不跑呢？坐在这儿的人不能什么啊？对，坐在这边的不可以用手挡。哦嗯、好，还泼吗？想泼了吗？对，我想泼。好，现在弟弟想要那个泼哈。你看这边，漂亮！你看这边，漂亮！弟弟漂亮，泼得漂亮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头太快了。弟弟的手有点太快了，没有，我看他先转了，先转了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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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继续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漂亮，三二一看这边，漂亮，三二一看这边，漂亮，哇，哦哦哦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太牛了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哎呀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别夸他了，现在四比三了，你得赢，好不好？这局不能输，这局不能输，争取打个四平啊！好，漂亮！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哎，热巴挡得好快哦，挡是挡，没泼着人呢，好快哦！杨迪、丁程鑫获胜。俊俊和热巴第一次玩，能够守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，辛苦了，请休息。哇，这个好不紧张啊！25个不是吗？有，你俩一人拿10个，我拿5个。好，那不好，我俩不能干，我不能干这种事儿。可以，我可以，我能干这个。让弟先去，打个样，给我打个样。有25颗，25颗，直接倒进去吧，要不小丁。我真是这样想的。你这样说的我很难堪啊。不对，是。看我弟什么操作。那么多雨，您得装这么久啊！走大一点，往后推小一点，往前走大一点，往后推小一点，往前走大一点，往后推小一点，往前走大一点。左脚，右脚。好，现在可以选择你们要进攻的目标。来，准备。追他！追他！追上了！不对吧？不太对吧？弟弟被一把薅住了，都没想到，不会吧？是这样吗？什么？完事了，迪哥？哎，玩对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刚好对的时候，我一步就出来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刚才俊俊跟热巴有没有手拉手？那就是。挑战成功，好丢脸啊！坐吧，坐吧，没这么丢人过。他会不会选择他最喜欢的迪哥？跑，跑，太讨厌！哎，咋不跑呀？跑，太讨厌！哎，咋不跑呀？送分呀、啊！ Oh, no. 往那边跑！他捏完之后，而且你们往那边跑，这边跑，对呀，这边跑呀，对，右这边。哦，我那边，那你为什么？他们俩凭什么给我们示范？
刚刚自己跑的时候脚都扭在一起了。因为他们刚才已经积了分，然后又给你们送了分，如果他们待会儿抽签抽到的是你们的话，捞着了，那你们真的里外里捞着了。确实，来坐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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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整工具他们吧，挑战一把，他们追不上我们的。这俩可能要扔我们，应该坐吧，应该是我。你想好没？抓谁啊？刘宇宁他们吗？我胳膊超级长，我跟你说。来，准备。这俩、不太老实啊，这俩应该不会三两。不是，这商量啥嘛？就这几个人。不能选同队。我有点害怕了都。我一步超级长，我跟你说。好，好，好。快点儿，快点儿的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哇，这边跑得好快，好快呀、啊，好快呀、啊！快点儿的！哇，这边跑得好快，他们好标准啊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看他好快，你看他好快！哇，皮哥他们快追上他们了！一二三四，你俩是秧歌队的吗？我天！哇，好标准，好标准，坐吧坐吧，算了吧。五队，哎呦我天，你哇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这个前面有两位职业选手，真的。太厉害了，我怀疑真的是某个秧歌队的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迪哥的一只脚，好，漂亮，哇哇，迪哥的弟弟开挂了，他们也很快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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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快跑快跑，加油，成功了，坐坐下了，坐下，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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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哥，迪哥你在拍什么警匪片吗？天哪，祝贺，没抓到吗？周俊和没抓到，没抓，差一点，差点儿，差点儿，真的累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给他们拿一个，你俩完蛋了，你们肯定能赢。不是吧，别别了，太累了，换一个人，真的。没抓稳，没抓，没抓，搞什么？没抓，浪费水球，手都抖了，手都抖了。不在呢。快跑！快跑！热巴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加油！赢！赢！热巴加油！杨迪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！啊！妈呀！其实打你们。你想你应该打打他们了，他们在做准备。
不要冲动。陈兆文，要不然交给你们，没准那就是你们的队员，要不交给他们好不好？最后一把交给他们，好不好？你们休息一下。来，大浪，来吧，你来吧，这回。现在看你们的判断了啊。这个一捏就爆。对，一捏就爆。今天狼不狼狈？你去感受一下，先小跑一下。我觉得是咱俩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！快点，快跑！我们加油！快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！快快快！加油！快快快！快点，快跑！弟弟加油！快跑，还有一圈！快跑！快快快！放过他们，没准抽签就是你们的分呢。好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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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迪哥他们被砸了之后直接懵了，如果追一下该多好，他摔了。好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惩罚，开始惩罚。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